帮你好多好姐姐们了，领导嘞。王领导，哦，你们是弄了那么久？对啊，还认得不啊？做什么当的？张文江。啊，都在。五麦六来，五麦六，五麦五六啊！你不知道啥哇？我那下午那六五六，六五六搞那几嘛？弄别几弄搞？弄别几弄？我操，那几弄别几弄？弄个弄啥么啊？弄啥么？弄啥？再弄一碗，弄别几弄一碗。好干嘛啊？白家就要搞崩溃啊！就要搞崩溃么？那葫芦啊，早给哦，他那那老婆那里哦，我哎，我那里阿鲁哦，我也闹哎，哈哈哈哈哈。哎呀，采访你，老婆，哎呀，这个两个台子就走了。看见不到了啊？知道了，知道啊。哦，那个一年半边，就几只包，几包子，几包门哎。这是了，不说，我也说不有家有几包嘛，大哥。也露也嘛，这边还收了收嘛。那倒好，那倒好，俺那弄个嘛，倒好容易呀。你还有这样说都说嘛呀？倒容易吧。相对啊，不到了就得不，再么的，就给你就是这样，就是那么的，啊，我让我们弄个脚好就给呢，我给啊，那多玩儿，但是。也告诉张车去开啊！哈哈哈哈哈！那他当然是张车嘛哟！呀，玻璃玻璃！那路开那是张车嘛，真够哟！要打我给你一斤，那老板呢？要不给你老板哦？那边那个阿哥，你老猪？阿的阿哥叫猪，猪长。可是都煮了煮成鸡蛋的煮么煮怎么不对的？煮的红菜啊，这一口都嘛拿不动啊。